波大人，拿出他的信物。有人会说，这个东西能复活你的老婆？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在这个整合包里啊，我的这个爱人是可以被复活的。我们只需要拿一颗绿宝石块，幸运方块都不要了，因为幸运方块可能会破产。看一下啊，绿宝石块得需要三块，呀，复活不了。对不起了，我的爱人，等我发达了再复活你。等我啊，复活他都得需要三颗绿宝石块，兄弟们，这年头复活都复活不起了。这什么？你都看不出这是啥？就这破幸运方块啊！再给我来这种方块，我都不带玩的。我说，哟，既然刚才已经嘎了，那么现在这种技能我可以随便用，对不对？我的爱人已经在盒子里了。那咱们这技能不随便用，那不太可惜了。周围的刚才那些个乱七八糟的袋子呢？我找找去啊。刚才那些袋子应该是在，不在这边，我知道在哪儿。哇，肯定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见过你。哦，就是这里，就是这里，这么多袋子，不能让我的老婆败嘎，是不是？败嘎了呢还行，看那边的鸡掉没掉蛋儿。刚好记得那边有群鸡，哎，掉羽毛了，羽毛也是好东西，哎，没准做那个拔刀剑的时候也能用上。还有一分钟，哎，我的大女儿就要出生了，两个袋子，一把剑26000，可以，一个胸甲130000，哦哟，赚麻了，兄弟们，赚麻了。这把剑我自己留着用啊，王05，专打小僵尸。有人会说了，叶枫，这袋子你拆开不是可以拆更多的袋子吗？那是低版本啊，高版本的战利品袋早就修复了这个 bug 呀。钻石库，我需要大量。走，复活我的爱人。60000，足够。我要搭建一个祭坛，需要黑曜石，需要打火石，还需要能打败死神的一个能力，兄弟们。想复活爱人吗？你得有实力。我用我全部家当做一套钻石甲，希望能防得住他。兄弟们，为了爱人，我们会拼尽全力。出发吧！这个祭坛不要就是盖得太远，不然我们后续不好把我的老婆引回来啊，得引她回家。我觉得这个位置就刚刚好。首先，咱们的时间就不能是白天，白天死神是不出现的啊。准备好了吗？打好祭坛，一，两格啊，两格，二，三，然后中间放一颗绿宝石。时间必须是晚上，14000是晚上，记住这个时间啊，14000点火。从左到右，而你，我的死神，来吧，决战吧！妖妖，这小死神，我和兄弟们，他会弹刀，他会，我这攻击力好像拿他没办法。一刀，妖，哎呦哎呦哎呦，人呢？哟，拿我当猴耍是吧？小小死神，打到一刀，打到一刀。我再练练，兄弟们，我再练练。